轻一点更好，铁架车速装备大变身，更轻，功能变更多，也更省油与安全。黄先生原本用铁架做车床，但是铁架太重，而且无法在车内坐直，想要车内看海怎么办呢？我们选择不破坏车体，依客户需求设计利用躲猫车树柜，打造看海、睡眠、收纳、烹煮等功能，让车速老手无痛升级车坡生活。黄先生把椅子全部拆掉，所以我们特别用木平板来保护原本的滑轨轨道。来看看 Previa 的客厅模式，一个人轻松坐车内用餐看剧都惬意，上掀板设计坐着就能轻松取物，双人一起看海，感情加温没问题。躲猫无痕车书柜，除了床板也是收纳柜，一柜多用，让客户不用再搬上搬下，直接变成舒适的露营车床，宽106公分，深175公分的大床，随时都能轻松入睡。想规划露营车吗？加 LINE 免费咨询，或上网搜寻躲猫无痕车书柜。